没错，今天啊就是按才艺领粘土，你们谁有才艺好好表演，表演的最好领的粘土就最多。老师啊，是不是什么样的才艺都行？没错，越精彩领的粘土越多。哦，就你说我行，我先来啊。跑这么快，你准备表演啥？老师，当然是表演我最拿手的绝活了。嗯，绝活？我问你表演什么？哦，劈叉。貂蝉说的什么？劈叉？不会吧？老师，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你在质疑我？没错。太过分了！我现在就劈给你看。貂蝉，这都能做到？哼，那必须的呀，老师。这粘土……哎呀，你这么厉害，随便挑。哇，一盒。一盒。啊，只能挑一盒呀！赶紧的，不要一盒都没有啊！我要挑大。哟，这大，加油来！好，我来。好，大婶，你有啥才艺啊？老师，我要表演个反手摸肚脐。哎呀，那个不行啊，那么瘦你肯定能摸到了，那不算才艺，换一个。换一个？哎，老师，要不给你打个拳。哎呀，这个好，我就喜欢看打拳，来来来来来。哇，大轩居然会打拳，好期待呀。是啊。好。嘿嘿嘿。哎，老师你别对着我打，你对那边，对那边呀。嘿。别踢了，别踢了！我看你这拳打的也不咋地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赏你两盒吧。谢谢老师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这也能得两盒？必须的。胖妞，跑这么快，你打算表演啥？老师啊，我会变魔术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就能变出来什么。切，吹吧！我还想要个热腾腾的汉堡呢，你能变吗？当然能了，老师，你看好喽。哎呦，哪来的袋子呀？啥也没有啊，你变啥？当然是给你变汉堡了，老师不要眨眼哦！你看这个袋子，它是空的，我的手都露出来了，然后给你变汉堡。呀！哇！哇，还真是汉堡，还是热的！我的天哪！香，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汉堡。怎么样，老师，我这才艺能领多少粘土啊？他问这个都是你的呀，我的才艺。